Hello， 大家好。咁今日咧，Milan Yuki 咧就翻嚟同你哋讲解一下点样做呢一个嘅男子任务，系啦。咁啊，海堤男子任务。咁图纸咧，我已经做咗啦，其实。咁不过冇拍出嚟，因为比较简单啲呢一只就。咁啊，最主要男子点解要拍出嚟咧？咁我就想分别唔同讲解一下点样做呢啲材料啦。咁啊。基本上咧，你要準備嘅嘢好簡單嘅啫，因為佢準備材料比較多，咁所以好多人都覺得留到最後先做啦，好麻煩啊咁樣嘅。咁其實就好簡單，不過係材料方面比較麻煩啲，要準備一下咁樣啦。咁最主要準備嘅就係多數都係合成材料多嘅，咁啊例如啲布啊、線啊咁啊嗰啲啦。咁布同線咧都可以喺呢、這個東國裏邊到嗰個裁縫阿姐裏邊買到嘅。咁啊，呢啲材料上面嘅嘢，或者你揾唔到啊，可以喺我而家 L 服咧 ，L 服入边咧可以揾到啲上乘嘅玩家咧，佢哋都会有放出嚟嘅。咁大部分材料都会可以买到嘅。如果买唔到嗰啲咧，咁唯有就自己出去打啦。咁有好多方法都可以揾到你嗰个来源资料嘅，例如可能上 Wiki 啊，上透视镜啊，咁样都可以揾到中文嘅方法去解决到你哋究竟点样准备啲材料嘅。咁呢啲 CPU 啊、光電池啊、電路板啊，或者計算機啊咁嘅嘢咧，幾睇嘅嘢咧，都可以去光塔。咁啊，大約係打啲機械啦 ，R6 定唔知 R1 嗰啲咧，咁啊 R4 嗰啲咧，咁都可以隨機跌到出嚟嘅。係啦，咁大致上呢啲材料成嘅嘢，我就唔講咁多啦。咁啊，因為都準備咗一輪先至嘅。咁大約你見到我而家準備，其實已經係完整咗噶啦。咁簡單啲啦，先準備嘅嘢就有棉缎帶，棉缎帶咧就準備剪刀同埋布嘅啫，咁我已經整咗噶啦，咁啊揀呢個去呢個上城，係啦，我而家喺上城嘅其實，係啦，上城啦，10:00方向啦，咁啊揾呢個阿姨，裁縫阿姨傾偈。咁啊同佢講裁縫處理嘅，咁啊去到尾二呢個，咁啊撳。找到一个剪刀加埋布啦，咁啊拣佢一个，咁啊然后 OK 得噶啦，咁佢就自然会出咗个棉缎带出嚟噶啦。咁咧基本上准备材料，我哋见我准备到好多啦。咁呢最主要睇 F6 至到去 F12， 咁啊三行都系佢嘅材料嚟嘅。咁有一格点解剩咗咧，就系、是、要同佢换嘅嘢啦，就换呢个羊蹄的锯齿轮，尽量简化啦，咁我一步步做啦。咁我依家棉缎带做咗啦，好，咁然后咧我就准备呢个羊铁的身躯。咁啊，羊铁的身躯咧，咁我哋去开始接触咗呢个任务先啦。咁任务条件好简单，你要个角色咧就要喺 level 30以上，同埋你嗰个嘅任务点数咧，即系你个明星值咧，最少要系做过20次任务或以上先至可以接触到嘅。咁準備材料有好多嘅，咁基本上棉缎帶啦，最主要就棉缎帶啦、羊鐵的身軀啦，跟住羊鐵的心，仲有呢個力量嘅結晶啦、會心一擊結晶啦、魔力結晶啦，同埋生命結晶嘅。咁啊，呢度四樣嘢我都齊嘅啦，係啦，咁各準備一樣，咁啊，同埋呢個紅寶石。心形紅寶石，咁啊，最主要係去後面咧後期嘅時候同佢換嘅啫。咁呢啲全部都可以喺上城道嘅玩家里面买得到嘅，如果你唔想打嘅话，咁啊呢个好处啦。好，咁依家我哋先装备呢一个海堤图纸，系啦。咁啊，小猪休息一下先。咁我依家职业都去到75咧啦，咁啊 job 36，咁啊三转职嚟嘅，系啦。咁啊能力值基本上咁啦。咁换翻把，其实唔使换噶啦。咁啊。依家就先去呢一个嘅准备呢个羊铁的身躯。羊铁的身躯咧，咁啊，基本上咧，佢除咗棉缎带我哋准备咗啦，羊铁的身躯咧，我哋要去呢个古董店。咁喺下城嘅9:00方向，系啦，咁啊合成晒我哋所有嘅材料先啦。咁我会分几 part 咁做嘅。羊鐵的身軀基本上要準備嘅嘢就係發動機啦、電腦機械啦，同埋呢個超微型電腦。咁我啲材料全部喺曬度嘅。咁你見到頭呢一行咧就係合成呢個嘅發電機嘅，即係發動機啦。
咁呢度三個咧就係、合成呢個嘅電腦機械嘅模組嘅。咁另外呢個咧就係、合成呢個超微型電腦嘅材料嚟嘅。係啦，咁啊先落咗去揾個古董商人先。古董店老板系咪呢度咧？喺呢度啦，系啦，古董店老板。好，咁你准备好材料之后咧，你如果带住呢一个嘅羊铁的身躯嘅材料去下城九点钟方向嘅古董店老板找呢个古董店嘅店员咧，佢就会询问你系咪做呢个机械人任务嘅。咁啊，梗系啦，跟住之后就会俾你呢个羊铁锯齿轮嘅，系啦。好，咁基本上咧，羊铁锯齿轮入咗啦。咁呢个羊铁锯齿轮咧，就是、我哋第二样嘢要做嘅嘢。咁另外咧，我哋依家要做呢个咧，就系呢一个，系啦。咁啊，要钢电池啦，发动机嚟嘅，钢电池啦，磁石啦，同埋呢个线圈嘅。咁啊，钢电池、磁石、线圈，我喺晒度噶啦。咁啊，机械组合成以嚟系啦。咁我要揾呢个线钢电池、磁石、线圈啊。咁合成之后就会变咗个发动机出嚟嘅。咁啊，100%。咁啊，用呢个啦。好，线圈一个，呢个发动机搞掂。OK。咁第二个咧就系、要合成呢一个嘅电脑机械模组。咁电脑机械模组咧，再问一问佢啦。机械电脑机械嘅模组，咁需要呢个锯齿轮啦，呢、这个铁呢、这个羊铁嘅锯齿轮啦，铁之齿轮啦，或者叫咁啊合成嘅。咁啊加呢个羊铁部件同埋呢个羊铁嘅铁板，咁啊合成嘅。第二样嘢就系合成呢个电脑机械模组嘅，拣呢、这个。系啦，羊铁的锯齿轮，咁合成咗呢一个出嚟嘅会。好，咁第三样嘢咧就系、超微型电脑，咁啊要记忆体啦、中央处理器啦、同埋呢个计算机、CPU 啦、中央处理器啦、记忆体啦，同埋呢个嘅计算机都喺晒度噶啦，咁啊立即做下一步。系啦，呢、一个最后呢、一个。好，咁呢度合成曬三樣嘢，佢都係必需品嚟嘅。超微型電腦係啦，咁最主要準備嘅材料就咁多。準備好曬之後咧，咁基本上就可以去做呢一個羊鐵的身軀嘅啦。咁啊，同佢合成啦。咁啊，同佢合成羊鐵的身軀咧，就同佢講啦，跟住將呢三樣嘢合成。咁就会变咗呢一样嘢出嚟嘅。系啦，咁啊变咗呢一个部件出嚟嘅。好，咁合成晒啦。咁你攞咗呢一个之后咧，就古董店咧就会需要呢个心形红宝石，就将一个心形红宝石俾佢咧做成一个空空嘅心。咁然后咧就去呢个黑或者白圣堂咧制作呢个羊铁的心嘅。系啦，咁我已经准备好晒啦，呢啲材料都，咁我已经有噶啦，已经系，好，咁佢已经俾咗我啦，同佢对话多一次，咁就已经出咗嚟。系啦，出咗嚟啦，呢个已经，咁基本上我哋要准备嘅材料已经齐晒噶啦。去翻上城啦，咁因为呢个都系事前准备嗰 part 嚟嘅，仲未去到正式接任务嗰 part。咁因为准备好晒材料之后，就做任务就好快噶啦，基本上就白之圣堂上城嘅三点钟方向。咁同佢讲圣堂入去啦，系啦，冇错啦。好，跟住咧就同呢一个白之圣堂讲嘢，羊铁的身，咁就同佢讲啦，咁要付出啲代价嘅，咁佢同问你要生命啦、魔力啊，定系呢一个技术减一点咁样嘅，
咁啊，当然我依家就会减魔力啦。咁当然系假噶啦，佢冇扣你嘅，当然佢唔会扣你的。只不过佢会话俾你听任务需要做呢样嘢咁解啫。好，咁羊铁的心都准备好晒啦。咁 total 嘅工具咧，基本上就咁多。系啦，咁呢三样嘢仲系要合成嘅之后。咁我哋合成呢一个嘅阿姨嗰三个裤，唔系阿姨嘅三个裤，讲错咗。将布啦、剪刀啦、线啦，同埋呢个棉缎带咧，合成呢个裁缝阿姨的三角巾，系啦。讲乜嘢啊？阿姨嘅三角裤，其实都系嘅，都算系嘅，系啊。咁啊，即系今晚中文翻译啦。好，咁依家开始接呢个清纸任务啦。咁所有准备材料都完成，咁嗰 part 最后合成嘅就好简单嘅啫。咁接咗呢个清纸嘅任务先。好，男子开始去呢一个果树森林。咁啊，同三点钟方向嗰个破碎的电脑机械对话。咁如果去由南平去咧，就会比较近啲嘅。好啦，咁去到呢一个果树森林嘅位置咧，咁啊喺地图嘅三点钟位置咧，就会见到触发嗰个 NPC 嗰个角色噶啦。咁呢度就自动导航啦。好，同佢触发任务。啱啱俾佢打死咗嗰只桃子添，咁唔紧要啦，之后会帮佢复原翻。好啦，咁接完任务之后咧，就翻去裁缝阿姨个屋企。好，咁翻到嚟上城之后咧，咁啊去揾上城阿姨倾偈啦。咁我点解会开个大地图出嚟呢？就方便大家睇下啊，每一 part 究竟佢哋会去边一度，咁啊，约略咁样了解到咯，可以。其实你跟住个任务指南去做就已经得噶啦，以前就冇嘅。咁不过就依家顺势拍埋出嚟，咁样方便啲唔识日文嘅可能睇一睇，咁样参考一下点样做咯，同你倾偈。咩事咧？做咩无啦啦去咗？做咩无啦啦去咗呢度嘅？啊，唔系接咗个 quest 啊？似系喎。咦，我接咗药材任务嘅，点解可以？点解？唔紧要。呢一个任务嗰 part 咧，我会之后飞咗去嘅。唔明点解会接咗佢啦？当然，撞咗任务添。好，呢个唔理佢啦。好，唔理佢。哎呀，点解会变咗噶？哎，不过算啦。
错综复杂的原理。好，唔紧要，做咗呢个蓝之音舞先。啊，突然间咁搞笑。如果系咁嘅话咧，之后就完成埋呢一个啊。呢、這个任务先系啦，咁之后再继续做虐菜嗰个啦。啊，所以唔识日文咧就有呢个坏处啊，就无啦接咗另外一个 quest。同一时间触发点。好，咁去到呢个南部平原咧，就揾呢一个十二点钟方向里边有一个叫。尼富尔勒就这个跟他讲修理的事。好，有了。那收集好材料之后呢，他会教你这个修理木偶的方法的。然后收集好材料之后呢，就回去找这个果树森林里面修理、破碎的电路机械。再翻嚟揾呢一个 NPC 对话 ，OK。翻到嚟同呢个 NPC 讲嘢，同呢个坏咗嘅机械人讲嘢啦。四个结晶俾咗佢 ，OK。好似 OK 啦噃。好，咁 OK 咗之后咧，就翻翻南方平原。咁可能今日会做埋个药材任务啦，咁但系个材料上我就未准备嘅，咁啊，但系机缘巧合之下，咁啊做埋佢啦，当然。好，咁跟住同佢对话完之后咧，咁啊去翻装备翻海堤啦，搵翻上城阿姨倾偈，咁啊利用个我哋剩低嘅材料咧，就去合成呢一个嘅三角裤。好，咁翻嚟上城揾呢个十点钟方向揾呢个上城阿姨倾偈，同佢讲，哦，我知啦，哎呀，佢可能要我完成咗胡桃藥菜任務先至可以繼續做埋呢一個任務。好，咁唔緊要，我哋即時開播啦。咁就去，好，咁啱啱講返先啦。咁藥菜嗰個任務呢，可能要接咗先至可以解得到。这个男子任务啦，第一 part 是跟这个裁缝阿姨对话啦，讲了啦，咁跟住入咗裁缝阿姨嗰个屋企里面咧，就同唔同 NPC 讲嘢啦。咁我睇咗啲流程嘅，任务流程就系、基本上你如果系未接触过西子陷子或者空子任务咧，就必须先解完呢个胡桃药菜，先至可以进行空子、西子或者陷子嘅任务嘅。咁條件都一樣嘅，之後啲條件都係30呢，咁啊20點或以上嘅明星啦。咁我哋依家離開咗會出現選項去吧，傳送到馬莎嘅飛空艇啱啱做咗啦。咁同呢個馬莎同埋艾米爾傾偈，咁都做咗嘅。咁如果選擇先唔去呢，再進出一次嘅裁縫阿姨嘅話呢，就可以繼續任務對話順序係馬莎、艾米爾同埋馬莎。咁記得裝備呢個海堤就提圖紙嚟嘅。咁第三個咧就同阿馬莎嘅老婆婆任一位對話。咁啊選項裏邊咧就揀收咗呢個兩張嘅三角巾，之後就翻返去馬莎飛空艇，我都收咗啦。咁但係佢已經將我變咗做呢個胡桃藥菜啦。第四 part 咧就係、翻到飛空艇同馬莎對話之後咧，就會變成咗胡桃藥菜嘅人物狀況。
咁翻到裁缝阿姨对话之后咧，之后就要去泰迪岛咧，就揾呢一个湖泊的微微攞水。OK， 即系以前嘅 NPC 啊，应该系冇记错嘅话，泰迪岛 OK。我相信呢个任务系唔需要打任何嘢嘅，所以都应该好快就做完。咁啊，唔紧要，做完呢个之后再完成咪男子嘅任务啦。因为佢棘住咗，唔俾我 close 呢个任务。泰迪岛好似喺呢度。泰迪 BB 咧，哇，喺变大咗咁多嘅。呢只 Ikuga 唔系呢个。好，去泰迪岛先。咁啊，去揾边个 NPC 啊？呢个哇，依家多咁多嘢嘅。好，咁啊，去地图中嘅九点钟方向咧，揾嗰个 NPC 咧，应该系以前嘅 NPC 嚟嘅，冇记错。系啦，呢、這个以前嗰、那个唔记得叫咩名啊，中间叫微微啊嘛，以前嗰个开场嘅 NPC 嚟嘅，即系啱啱新手一开波嗰个 NPC。好，对话完呢，好，咁对话完之后呢，佢唔知讲啲咩啦，我都冇怀疑。咁啊，去返去搵嗰个裁缝阿姨啊，应该係。Good， 同马生倾偈。俾咗支水佢之後，跟住再同翻哦，我記得啦，好似話要救翻我呢個軀體，係啦，去翻揾微微，好呢、這個快速去啦。咁呢一 part 咧，佢就話如果再去對泰迪島呢度咧，同阿微微傾偈咧，佢就會送你一個特別啲嘅地圖嘅。咁玩一個小遊戲，係一個迷宮地圖啊。試下啦，佢話唔知挑戰三次之後失敗咧，就要重新開始。紅色線就唔可以掂啊嘛，佢話。好，準備好啦，出發啦，隨時。好啦，出翻嚟啦！哎呀，呢度唔俾啊！点样行呢？我唔记得咗。脱出红线唔可以行，行迷宫喎。嗯。点行呢？睇下先啊，因为我唔记得咗，红线就是陷阱，请不要碰到。在此，若果掉入咗三次陷阱咧，就算失败啦，就要重新开始。睇下先，失败者之间咩巢穴啊？洞穴。哦哦哦，点解会咁嘅？哎呀！
忽然变得做呢个男子任务好艰巨啊！做完之后咧，基本上入咗嚟噶啦。咁入咗嚟咧，同佢传送。做完之后咧，入咗嚟呢个迷之少女团里边啦。咁啊，同呢个主人一样倾偈。咁啊，同佢倾偈。好，开始啦！唔知点玩。哎呀，啱啱唔记得睇添。可唔可以再俾我睇多次啊？揾一个咩人啊？左上角呢个啦。唔啱好似，后面个袋，绿色，呢、这个啱啊！哦，好简单咋，比较巧妙大家。将你个镜头咧用 mouse 揿两下 ，right click， 跟住之后咧喺地图嘅最左上方就系佢啦，应该。你啱啱个地图玩法咧就简单嘅啫，第一幅地图咧就先系行迷宫啦，咁迷宫嗰幅地图我就会之后会摆翻上去下面 YouTube 嘅 link 里边，即系下面 YouTube info 里边嘅，咁大家可以睇啦。咁详细攻略都喺晒入边噶。咁另外第二幅地图咧就系玩相同嘅名字嘅字头，对应翻啲垃圾桶减翻嘅啫。第三个就揾翻你对话嗰个 NPC。咁啊，提示咧应该喺左上角地图嘅左上角就系嗰个 NPC 嘅位置啦。咁就应该唔会转嘅。啊，咁同佢倾偈。唔理啦，试一试先。打怪嘅话应该冇乜难度嘅啫。行迷宫嗰啲就考起我。好，睇下有咩玩。出嚟啦喂！哇，好似好恐怖咁喎你！冇难度，冇难度。咩啊？咩啊？结束。啊！以前嗰啲系机械人嚟噶嘛，依家变咗呢个嘅。定我记错咗另外一个任务咧？依家先开始啊嘛！唔知佢讲咩？咩有个人？哇！哎，好似～好似要打大佬咁，唔使啊嘛，应该。咦，翻嚟咯？翻咗嚟之后，同嗰个自己主人讲，同玛莎倾啦嘛。诶，醒咗咯？诶，翻转头嘅。打完之后出咗去啦，咁跟住啱啱我唔知咩事啊，咁啊。呢、这个任务啱啱开始第一次做啊，之前好似做咗，但系好耐啦，已经唔记得晒啦，所以好打完之后啦，唔理咁多啦，咁所以所有任务都系大致上系、可能中间男子任务接住呢个胡桃药菜有啲复杂啲嘅迷宫任务啦，咁嗰啲都过晒啦，系啦，咁啊好突然嘅任务啦，当然。
好，咁完成咗之後翻翻嚟飛空艇啦，咁啊同呢個馬莎對話咧，應該就可以獲得呢個葡萄藥菜啦。係啦，咁啊呢一個啦，到咗。裝備新海堤之後，回去同阿裁縫阿姨對話，可以拎到呢個海堤鈴鐺同埋呢個海堤帽子。裝備佢啦。我中意邊只多啲咧？其實我中意綠色呢只，綠色呢只係咪叫藥材？好似係。咦？點解揀咗胡桃嗰只嘅？好，係嘛？點解會咁㗎？我要藥材㗎嘛，我要胡桃啊！原來，不過都幾得意啊，幾可愛啊，係咪先？唔差。OK， 第二个姊妹胡桃药菜入手，跟住咧完成埋我哋个男子任务啦。这个应该是男子最后了，应该是好，最后的任务条件完成。连断布啦、布啦同埋呢个线咧，就揾裁缝阿姨，佢就会帮你合成呢个三角巾噶啦。咁带住呢个三角巾咧，去揾呢个果树森林嘅机械坏咗嘅机械人咧，就去调试。OK， 唔紧要，最主要完成到任务。好，咁我哋翻去果树森林之后再翻嚟啦。好啦，咁啊完成任务，同佢倾偈。好，男子又完成啦。好，咁今日就係咁多啦。咁基本上男子同埋胡桃藥菜呢今日都入手啦。如果大家有咩问题就喺下面留言啦。咁先，拜拜。